我叫 Maggie， 今年29加一岁，踏入三字头，我决定做我考虑咗成世人嘅事，就系、是、做画家。我知老豆想我第时接手佢间事务所，所以我先会用8年时间去考个建筑师牌，仲入埋 firm 做。不过我更加中意用画笔将建筑物最靓嗰面留低。就系咁，我嚟咗呢个充满人文气息嘅大澳，开始我画家/慢活/艺归园田居嘅生活。四嫂，阿妹，你画完画未啊？画完，上半场。上半场，拜拜。喺呢度大部分嘅都系老人家，所以由街头到街尾都会听到人嗌我。阿妹，你今日想食原味定咖喱啊？我要原味啊。好啊。唔该，辉哥。当然会有同我差唔多年纪嘅人，不过佢哋都只系游客。唔该晒。喂，小心玻璃碎啊！头先我听到有人惨叫，冇事啊嗬？俾我老豆知道发仔糟蹋佢啲虾酱，嗌得大声过我添啊！边个系发仔啊？咦，跑出嗰只猫？哦，做咩啊？哦，我喺大澳呢段时间咧冇见过。年輕人啊，你我第一個見嘅，因為通常都係老人家或者上咗年紀嘅。間鋪老豆嘅，佢上個月整親咗條腰，我老細知道咗咧，即刻咧叫我翻嚟幫手。嚇！我都未開口啊，佢即刻俾一個月有薪假我，仲叫我翻嚟繼承間鋪喎。你老細咁噶，都冇問過你想唔想。咁我又冇咩所謂喎，邊個老豆啊唔想自己仔女繼承佢間鋪啊？是喎，都未知道你叫咩名添。Maggie。Tony。媽咪，我而家冇事啊，唔使擔心。
啊，其實咧嗰啲棚屋建築形式咧，同苗寨啲吊腳樓都幾似呵。同樣用木構造建築，然後將主要空間抬高嘛。你咁熟書啊，又咁中意建築，點解唔繼續做建築師啊？喺個畫布度咧，如果你跟住個建築物個線條勾畫出嚟，就好似佢嘅創造人，佢嘅靈魂同埋温度，你明唔明啊？但係咧，我老豆咧就淨係想我女同佢一樣做建築師。我好羨慕你。羡慕有个讲极都唔听嘅老豆啊，系揾到一样可以乜都抌低晒，都一定要做嘅嘢。我自己又仲揾紧，所以我咩都试，唔试过又点知自己中意咩？系咪？啱嘅。喂，不如你下次试下画人像啊，你得我做你 model 啊。喂，即刻画过先啦。第二個 pose 嚟噶嘛？嗱，你畫我畫上。知嗰边原来有个叫做高楼大厦，夕阳好靓啊！嗬，嗯。但我從來都唔畫。因為佢無時無刻都變緊。畫唔低嘅嘢，我會索性唔起筆。咁我哋咪好好享受當下咯。嗯，我以為呢個當下會持續一段時間。冇諗過第二日之後，Tony嘅蝦醬鋪就再冇開門了。